请教一下副指挥官，关于那个今天早上发生在双和医院发生的这个医疗暴力事件，请问一下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一些回应呢？谢谢。我们绝对不容许有任何医疗的暴力的行为，这个我们都会立即来做明确的处置。那我们要呼吁社会大众在这一段疫情期间，请大家一定要互相来体谅，更应该要尊重我们在第一线的所有的医疗人员。那我们绝对不容许我们所有的医疗人员接受这样的一个暴力行为，那我们一定要严厉的谴责。那对于不法的，我们一定依法来做处理。